对，有点费力。其实它左上角其实它有一只啊，这里啊，哎，对这屁股。可是小鸟呢？这个叫什么？游隼。游隼。游隼啊！你去那边山的牌子，哦，还有一些，还有跟你讲它的习性。然后巢穴左边那边都，它都会跟你讲。等下有。这个是算是成鸟还是？这是成鸟。右边那是成鸟。对，这两只都成鸟。它到底在哪里啊？在，你看这个山头最上面有没有凸起来那个？凸起来那边往左边看，就有一只鸟的形状在那边，就是最凸的那一颗。然后往左边滑下来，就有一个尖尖的鸟，这是最左边这一只。那个现在这一只的话，就比较那个跟什么颜色比较像？其实还可以看到一个灰灰的在那边。你看他这样子就清清楚了，杨主任来看，这样就很清楚啊。但是你看就，但是他怎么一开始就可以找到的？你看吧，我找到了，哎，找不到哎、欸，这上面啊，这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开始，开习惯就想着他会在哪里。对。你怎么会飞？哦。看抓抓看，另外一只。哦，没有，没有吧？我还没找到哎、欸。还没找到。啊、哦，奇怪。他那个草，在那附近对。那这样我也不确定有没有找到。哎、欸，有看到了。有吗？看到了。另外一只吗？对。但是他现在在这里，这边他身体会在动，有没有？他身体在动。哦。对啊，躲在树丛里面。躲在那个丛。现在在最右边这里，这里有的东西会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有个眼睛啊。啊。也太小了。对啊。老实说没。我也没看到。它以前会比较上面一点的。对啊。那边有个地方可以站。你看我们路的那段，看。来休息。啊，没有，他在。哎，不见了他。有抓他在草丛这一堆里面。那个是他的。其实你仔细看它有没有啊？有，所以那个是它的窝吗？那边有窝，不是它窝。你去看那个地，最靠近这边的告示牌，它有画给你看。好，换那边。好，我们换的地方来给游客看。对，哦，好清楚哦，好可爱哦。姐姐，我也有在这边。姐，啊，我看到它了，它就站在石头上。